咱们视频这个夹子呢，它叫细胞夹，采用的是德国工艺技术打造的，韩国美容院专用的 0.5 毫米的一个精度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它是可以达到一个医用手术刀级别的一个精度。脸上的这个痘痘、黑头、粉刺、毛孔里的脏东西，全都是可以给它弄出来的啊。39.9米，咱们一共是八件套啊。脸上的黑头、粉刺、痘痘都是可以直接给它清理干净的。我们使用之前，先用热毛巾热敷10分钟，然后把咱们的毛孔打开了之后，咱们再去做清理哦。清理完了之后，咱们再去用冷毛巾去冷敷10分钟，咱们的毛孔收缩回去，再涂一下精华液或者玻尿酸。咱们这样持续去做一个清理，一周后，咱们毛孔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小。39.9米啊，八件套。